这是什么意思？永兴饭店上的包高魂，是一直某简单为罗家峰启动得到的呢。明仔就要开董事会啊！我本来只讲要永国栋的身份，把永兴饭店董事长位置摕落来。这是原本的计划啦。后来我去重新想过一遍，我决定要甲郭文娘合理，由你出面。 从永兴饭店董事长这位置提到手。爸，是安怎么改做我？哪有改变啊？我甲你是白阿囝，咱两个的人啊，相去坐着董事长迄个位置，意思毋是讲共款。以后我的财产、我的江山、我的事业，全部我留互你继承。 我即马只不过是提早报警，有甚通要感觉奇怪？因为这影响到我罗家处境，我惊伊会怀疑，想要高分变作我的名。这嘛是我的目的之一啦。为着我甲代志拢处理好势，你只要出面，甲分店董事长这位置提到手啊，做到我甲恁即缘头一个出头的囡仔，互罗再英真正看到你的实力，你马上就关罗家峰一战。 你甲想，罗在英伊的手头有遮尔大的事业体，伊会选特别高下。爸，你想要提早？ 跟罗家峰进行开战。进前我为着要安抚你甲靖宇啊，我毋是同款提早现身表明我的身份，而且甲罗在兴拆破面向伊宣战啊。即马我即边拢提早啊，咱的计划当然嘛是顺这个势向前来推进。这敢毋是有啥物奇怪？感觉意外？ 你应该爱早就有甚物准备啊，敢毋是？老实讲啊，我本来主管是要等到我主导造镇计划核心了后才进行的。而且爸，咱本来计划就是无甚物本来的计划。既然我的脚步已经踏较紧啊，你就应该赶紧对起来。啊，若无罗在英已经开始咧提防啊咧。 你是要等到伊已经知影你是我安排入去的，然后一脚把你踢出去罗家，你才要对伊展开攻击哦？我毋是这意思啦，我只想要到把伊杀起来。进前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啊，伊讲有一个猎人甲一只山猪甲猎狗关做伙，结果山猪甲猎狗竟然变作马子。 甚至这只猎狗啊，佮对迄只山猪开始食青菜。你讲这新闻是毋是让人看了感觉足温馨呢？会费心一下。啊，毋过我看到了后，我是为人啊，去甲冷顺啊，因为我开始烦恼啊。若是无赶紧互你出头啊，继续留你伫迄罗家，甲因交陪伴，啊，时间一日久，你就会互罗家的人甲你同化，一日无注意，你会真正掠准讲。 你真正是罗家的人，无你甲看，我一叫你爱阁罗家峰正式宣战，你就求徒啊！即嘛是安那？你真是甲伊培养出兄弟情哦？爸，你想想这啊！ 我的心，哪有可能歪向罗家？我真心错，我更加头一年。安尼就好了。你永远哪会记得，咱爸仔囝一世人，咱付出偌济，咱付出偌济牺牲，到底拢是为着啥？是为着要甲咱陈家一切全部摕倒倒来，为着要互你光宗耀祖。所以我会尽我的全力来协助你。 啊，那你，你的心肝头一定要了定。
明仔载当树会啊，等于是用罗文尧的身份正式甲罗家峰争夺罗家接班人的第一遍的战争。签名啊！紧签签名啊！我会当随到秘书去处理。这罗在兴买受人心，确实是有一套啊！啊，我的后生，拢无参照是我的后生呢。爸，我的丈夫绝对不是我甲罗家有任何情分。我只敢话这么出手，敢会伤到家？我甚至连用新集团核心拢会拍入去，这嘛制作弟弟，安尼以后咱的计划又更加困难。爸。咱是不是当想看卖？无得靠，有两全其美方法。有一好，就有一歹。这世界上无相当好的代志。你讲两全其美，你根本是咧自欺欺人。就参照你无希望老虎比当年绑票罗安杰的代志曝光，你竟然去组织陈英阿伯，把迄个臭太太送去罗在英面头前。这就是你所讲两全其美性。爸，我无在做，你莫误会我。我唔管你有做无做，我嘛无兴趣去追究这件代志，因为我无想要浪费时间去收回已经破落地的水。你若真正亲像你所讲的，你绝对无理心。我讲冲，你就应该冲啊！啊，若无啊，你归去就退休。你放弃罗文尧这个身份，看你是要做陈文尧嘛会用的，还是要做陈明宇，拢随在你啦。我从来无安尼拍算。自从米哥为了我把车弄掉，我卖了后，我就知影我无退路啊。真好，你的心内还阁真清楚，你真正的兄弟是虾米人。啊，不过我也是要甲你提醒。若是你真正要放弃这盘棋局，若是罗文尧这个身份为这个世间消失，安尼我会正式向罗家展开完全无差别的攻击，一直到阮双方面有一边规个拍落去为止。就算爱我这条性命拼落去，我嘛绝对无可能会收手。到时阵，你才想看卖，你要有才调，保护着谁？是我，还是罗家那个要紧的人？那照爸所讲的，我恐怕袂当放弃罗文尧这身份。阿老婆，安这绝对危险。那年轻人，这两天你甲饭店的董事局见面，是暗中报什么局啊？卖叫是讲你伫背后出下手。就当叮当家风做董事长的位置，阮记得注意你啊！无你即摆是要威胁阮党个是不是啊？好啦，陈爷，你安尼会甲王德做火惊着呢？你先入去。大伯，也毋过放心啦，狐狸啊，一般拢袂甲人正面起冲突的。是。王文金，讲实在呢，我真正想无啊！一个手头完全无饭店股份的人，你竟然走到这，叫我不准回落台。想问你是凭啥的来这讲这话啊？敢讲你是凭你对你前头家的千金老富美小姐的忠心，连带对伊后生嘛死忠啊？我做人的原则，无需要你给话。
讲实在啦，饭店在家风的领导之下，连讲每一方面都伫个水准以上，我是无可能和一个外行的来经营。外行？照我看起来，罗家峰才真正是囡仔人咧耍大车咧。啊，若无伊，哪会讲甲双手把30%的股份送给我？搁再讲啊，咱毋是咧讲活到老学到老，我拄好有这个机会啊，会用来了解这饭店的经营方式啊，我嘛用做这饭店的董事长，所以我敢有可能放弃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卖少想诶。这件事是无可能的。饭店董事对阮董事长遐久啊，遐侪年交情，无可能伫较紧的时阵分配。啊，对哦，差点袂记，刚才你甲我提醒的。我为饭店罗家峰的福气啊，靠一支股票赚真侪钱，迄钱赚到用十几台牛车拢载袂完。迄人真奇怪呢，有钱了啊，就会想空想方，想要作怪。我即马开了头壳想的是啊，迄人亲情、钱、性命，国家甲国家的邦交就会当用钱买啊，做生意敢毋是同款的意思啊？他非得我的钱啊，坐到拢开袂完啊！我才要来看卖，迄几个董事敢真正对罗再兴这么死忠？我甲他试探者，应该嘛是真趣味的代志呢。咱中生啊，卖民望啊啦！明仔载就会当知影，我这个梦是毋是会变作真的啊？我是想要讲，证明对你是真心的，又为了要替你完成任务，会当无顾一切做任何代志，你敢明的？你敢明的对伊较好？别辜负对你的真心，别伤害伊，好无？原来张安是你送酒醉金玉转去罗家，我你费心吗？你来回答我的问题。千影。你甲牵手，是我往送去幼儿园了后，爸收留的。所以你甲金月感情特别好，我袂感觉意外。啊，不过，你是唔通袂记的，我才是阮爸唯一的后生。我做代志有我家己的分寸，请你收我你的本分，莫怪因阿叔。哎呀，我哪敢有影讲这种话？若是害到靖宇，那是要安怎？这陈忠雄这么畅销，敢甲你呛声啊？公然讲要用钱去买收遐个董事，这是违法的呢，真敢讲呢？真正是讲话唔惊畏寒的。啊，一个思想偏激的人是无得讲道理的啦，伊根本就无照经理咧行。好啊，伊用澳博咱嘛会用的。因案就伫个咱的饭店米其林一星的餐厅内面招待所有的董事，颠倒甲因买收过来，说服因大家做伙联拍对付陈忠雄。这陈忠雄啊，心机太真重啊，特别开董事会啊，伊动作遐大，袂输惊人唔知共款。你讲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所以王金星的意思是，有什么动作是咱看袂到的？